趋势讲座，然后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大家都很开心啊！很多同学啊想要报名，然后呢，有很多人呢在这过年期间呢，一直来询问说，我们的课程啊，内容跟方向啊，然后想要知道一些课程一些细节啊。那比较特别的是啊，我们收到各种网友这种几种问法啊，一个就是说，目前学会的课程呢，分成我自己教的课程啊，分成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从初阶、进阶，然后高级，一直到职业班。那特别的是呢，我们从今年开始多了一个入门班，那这中间的会很多网友想问说，这中间的差异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机会啊，会叫入门班的老师啊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入门班到底教到有多入门，但我可以先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哈。我们这边很妙哦，我们之前那个开课哦，当然都是希望大家从完全不懂，然后到会，而且我们强调实战，也就是说呢，从上课第一堂开始就开始在带你接盘哦，然后通常啊一两个月啊，我们就开始在论命了。好处当然是大家都会觉得信心满满，然后觉得东西很扎实。小小的缺点就是啊，有的时候尤其你看我讲话这么快，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他们是看了影片，然后觉得不错的，但是他们完完全全的都没有接触过的，那就会变成我教课的速度，也许要稍微快一点，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都是本身自己已经学了很多年，然后甚至是命理师，重新来我们这边那个充电的，所以我们在课程上面的东西啊，远远的比一般的老师教的扎实，而且深度更深，那。对于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呢，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吃力。好，大家回去要多练习。因此呢，在搭配上，大家看我讲话就知道说我不是没有，我不太有耐心，对不对？所以为了帮助那些有心想要学，而且实在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朋友，所以我们特别呢，请我们学会两个可爱又美丽的老师，一个负责可爱，一个负责美丽，两个老师来开这个入门班。他们比我有耐心多了，会慢慢手把手慢慢教，好，那个地址一个一个慢慢念给你，不会像我这样子，至少用完全程数不会这样子乱念哦。那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在初阶班上面呢，初阶班上面呢，也会有人来问我们说，他可能已经学过三年了，甚至他都是开业的老师了，他可不可以直接从进阶开始？好，可是我们的规矩呢，就是你都要是从第一个阶段开始，为什么？因为啊，我自己学的经验哦，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啊，不管你学过多久，你既然要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东西，你就必须要有完整的体系跟架构，所以你必须要从最基础的观念跟逻辑去开始建立起来。因此，我们都会希望说，你还是要从第一阶段开始报，但大家放心，我们的第一阶段就可保证会让你觉得。有非常多的丰富的收入，丰富的收获了。好，我以下啊，举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课到底教什么东西？好，我们到底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这么多已经开业的命理师还要来我们这边学？为什么很多人他自己看了书之后来这边上课，依然觉得每天都可以让他收获满满，然后回去要做很多功课，下礼拜才跟得上？好，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会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紫微斗数啊，目前分成两个大的体系，简单来讲，我们可以称它是南派跟北派，那南北派哈，很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南派呢，它主要的诀窍在星曜跟宫跟叠宫，它在星跟叠宫，叠宫这两个字啊。不要说它是重要的诀窍了，甚至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到底什么是叠宫？北派呢？飞化，在四化，飞化，飞怎么写？这样啊，飞化上面，刚拍这支影片的时候，那个助教问我说：“那我们今天要讲，我们
今天要公开上课的内容，因为有网友都问我说，那个他已经看了很多影片，那跟上课有什么不一样？我跟你讲，那个 YouTube 影片跟上课真的是不一样了，不可能让你付了钱之后来上课教一样的东西。然后助教就很担心说啊，那我们今天要公开那个上课的内容哦，上课内容这么的坚硬，是不是没有什么效啊？影片不好笑，哦，影片没有好笑，因为我本身就很好笑了，哦，哎，废话哦，这个哦，你可能听过，可能大概知道，可是呢，实际上我们上课的时候告诉你说，这东西实际上要怎么用，才会用到关键点上面。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呢，三个月之内？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说你什么时候拿过小牌，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出车祸，你被人家倒钱是谁害你的，哦，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呢就可以实际运用，原则上三个月就做得到，当然你要用功了，哦，不用功的那半年大概也做得到，哦，那但是一般呢书上是看不到，你会看得到这样的写，就是你看不到它怎么在使用的灵活的用法，哦，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从头开始教，因为呢我们的灵活用法非常的灵活。就以南派的碟工来讲，哦，南派的碟工来讲，哦，一般大家对于碟工的看法就是啊，哦，一般大家对碟工的看法是啊，下面这一层，哦，它可能是本命，哦，那可能是大限，哦，上面一层，哦，可能是流年，哦，两个宫位不一样，我这边是财帛宫，哦，然后这边可能是命宫，哦，然后呢，这个宫位里面呢，哦，有出现煞气，啊，煞，啊，破败，有出现煞气，所以我今年可能特别衰，哦，衰在什么地方呢？哦，衰在我的理财观念上面。好，哦，这是基本碟工的用法，这基本碟工的用法。好，哦，但是呢，你书都会这样看，可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真正的使用它。实际上呢，哦，它中间还是在叠一层大限，哦，我本身理财有问题。今年外界环境给了我一个煞，来影响我本来理财的问题。哦，我本来就是个乱花钱的人，今年外界环境再给我一只煞，流年青牙星进来，我本来就很会乱花钱，今年环境让我更会乱花钱，影响了我的什么呢？影响了这个是我的大限的田宅宫。举例，哦，那田宅宫叫什么？田宅宫叫做财库，你整个十年线的财库的状况在这里，嗯，然后再往上再去影响你的命宫。我会觉得我今年特别的衰，哦，这就是碟宫。如果我们换一下呢，它如果不是田宅宫呢，哦，它如果不是财帛宫呢，如果它第二个是田宅宫，下面那个不是财帛宫呢，譬如说下面这个是兄弟宫，我的交友关系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财库，影响了我自己，表示什么？我今年破财都破在谁身上？都是为了朋友破财的，哦，都是为了朋友破财的。如果这个不是田宅宫呢？如果这个是福德宫呢？哦，福德宫代表什么意思？福德宫代表的精神享受跟你的理财能力。我环境影响了我的交友关系，造成我的精神状况跟理财的能力，然后影响了我今年我自己。表示什么？表示啊，你今年钱啊都是花在朋友身上，而且花在什么地方？花在出去玩。哦，因为福德宫有出外玩乐的意思。哦，如果碰的不是命宫，是迁移宫，那就更可以确定啊。你的钱都是花去跟朋友出来玩乐，那再加上星曜呢？哦，如果是巨门星，那可能是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哦，产生了一些口舌问题，或者是那个吃喝的时候花钱花太凶，哦，透过这样子碟宫一层层的分析，我们就会知道说啊，你的破财到底破哪里？然后呢，你今年啊，哦，比如说那个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命宫，是夫妻宫，哦，那是表示说你今年跟你老婆吵架吵什么事情？吵说你都可以把钱都花在朋友身上，不花在他身上，怎么样？过年要安泰座，不要安泰岁。结果你没有安泰座，你都把钱花在朋友身上，就这么一个玩给啊。哦，这个就是碟宫的灵活用法，这就是碟宫的灵活用法。你要能够用这么灵活的用法，要好的星曜结构，好的宫位的结构，然后好的知道说这个煞气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这只羊刚刚的例子是。流年跑过来，我今年外界环境的影响让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是本命呢，就是我本来我就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会分析出来说，今天到底为什么我会去破这个财？你的老公外遇了，到底是人家来勾引他，还是他本来就喜欢去港纠？哦，
这从盘每一个盘上面不同的煞气、不同的四化，都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说，你必须要从基本盘学习，你要知道每一个盘所产生出来的意义，然后我才能够分析出来说它的真正关键的原因点在哪里，甚至发生在什么地方，甚至你会知道说它应该，真正的那个原因的关键点，那你才有办法在后面，我们在最后的课程会教改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改变它。那另外还有一个呢，那也会有很多朋友问我们说，我们教的到底是什么流派？基本上呢，老师我自己个人呢，我通晓绝大多数台华人圈主要的流派技巧。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教授这些推广这些知识的时候呢，能让大家都完整的学会整个紫微斗数的概念。那完整学会的概念之后呢，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方法，那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教的时候，我们都有完整的教授，完整的教授。好，那南派善用的叠功跟星耀，北派善用的飞化呢，我们也会是在课程中间呢，我们就会提到了。那课程中就提到，那很多人在学飞化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会很茫然。好，哇，什么那个大孵化、寂静大凶啦、啊，然后那个大命啊，化寂静那个大官啊，然后飞来飞去，不知道到底要飞到几次，飞到累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掉下来，然后那个永远搞不清楚啊，那些什么反攻计啊、逆水计啊、退马计啊，计来计去，到底是命阿计还是马计，你也分不清楚。其实飞化啊，它是非常非常高度逻辑的一种手法，高度逻辑的一种手法。它是清朝之后才开始完整的出现在紫微斗数里面的，那个时候它已经结合了很多的西方的逻辑了，西方的逻辑了。所以说，飞化在使用上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好的那个逻辑训练的模式，然后可以让你慢慢慢慢的去建立它，而不是用背的，不是用背的，不是去背说记入什么地方就等于是什么，然后那个记冲什么地方就等于是什么，这样子你要背到什么时候？大家看老师这个样子，脑满肠肥，那个我的脑袋里面脂肪多一点脑容量，我怎么能背这些东西？所以我都是用理解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去理解那个飞化的逻辑，你就不需要背。那不需要背有什么好处？你就可以灵活利用。怎么样说灵活应用呢？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有人的流年，明年大家流年夫妻宫都在这里。流年夫妻宫都在这边，好，流年夫妻宫都在这边。那如果他呢刚好有一颗陀螺在这里，那个人丙年生有一颗陀螺在这边，那又很倒霉，很倒霉，他大限呢走星，刚好有一只大限的擎羊在这边，流年夫妻宫在这里，有羊有陀，这条线是不是快挂掉了？对不对？羊驼缺忌而已嘛，就形成羊驼夹忌啊，整个宫位都损坏，整个宫位都损坏。好，他来算命了，来问说：“老师，我跟我老婆快要离婚了，怎么办？”事实上，因为他有陀螺在这边，所以啊，他的内心一定是不想要离开的。流年夫妻宫对面是官禄宫，官禄宫代表了是什么呢？官禄宫代表是你当下另外一半现在的心情。他另外一半的心情是什么？一颗陀螺在那里，陀螺不会想要离开，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扭来扭去，扭半天。那扭半天为什么想要离开？因为啊，夫妻宫也是羊，不用是羊，两个人的相处啊，都有一点点拿刀在互相杀。我在这边扭，你又拿刀来杀我，那我到底该走还是不该走？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是为什么？羊驼夹忌，羊驼、羊、青羊跟陀螺在同条线上，在同一个宫位上，缺什么？缺化忌。缺化忌，化忌到几星？我扭捏，你冲动，我自己的内心觉得不太对，我就闪人了嘛。所以忌在几星？问题来了，你在盘上面呢都看不到有忌，可是你老婆却要走。为什么呢？如果是
学南派的同学在这上这种事情上面，他就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啊。事实上，这个东西呢，从非话就看得到了，从非话就看得到了。可能呢、啊、是什么呢？可能呢、啊、是这边他的兄弟宫这里刚好话就寄过来给他。可是你如果不懂非话，你不知道这个忌可以拿来这样，这边可以非话过来的忌给他。哦，这边什么？这边什么？这边是你感情对象的父母宫，也就是你另外一半的爸爸。哦，你对他很冲动，虽然很爱着他，他很扭来扭去，不知道该走还是不该走，要扭头走还是扭头回来。哦，这时候他爸爸跟他补了一句话说：“你赶快走。”不要再跟这个烂男人在一起，所以他决定扭头离开。可是如果你不懂废话，你就不会知道说，原来有驼有羊，看起来虽然惊险，但是可能会留得住哦。哦，因为还有陀螺星在这边，可是结果他走了，哦，因为有人帮你补了机过来。哦，这个就是废话的用法。哦，废话真的在实战上面用法，不是只有在那边看那种什么记录什么工会怎么样。它会有很灵巧的运用方式，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课程中会学到的东西，啊，但是因为呢，我们会很强调大家在实战上的运用，实际的解盘的手法运用，啊，然后同学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啊，不管你有没有学过，啊，你都应该要从那个第一个阶段开始，啊，另外呢，如果说你自己，啊，觉得完全没有经验，那老师讲话呢，那个太快，你会听不懂啊。建议呢，可以来上我们入门班。那如果你觉得没关系，虽然都不懂，但是呢，老师讲话虽然这么快，但是你影片可以慢慢放，重新放，认真放，不断的复习也 OK。那也欢迎直接来上我的班，也可以。好，谢谢大家。